我的天，一只金雕居然偷袭正在睡觉的山羊，一头山羊的体重比金雕还要重，但金雕凭着硕大的两翼还是轻松把山羊叼走了。可能山羊做梦也想不到，天上飞的也会成为自己的敌人。这一觉成功把自己睡走了，金雕才是顶级的食肉动物，我想它应该没什么天敌了吧。